可恶，天亮！我不会让你出手的。师母，盖大火铺。这下连赤木也犯规四次嘞，两边的队长都犯了四次规哎！是啊，他们都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刚才赤木他已经觉悟到会犯规了，可是还是挡不住仙道的攻势。奇迹似的复活了，在仙道追求胜利的意念跟表现之下，终于急起直追，把落后的分数缩减到只剩两分。陵南得到罚球的机会，时间只剩下两分钟，而现在三井